家好，今天我也好刚要跟大家分享哦，你们知道吗 ？Alpro Pharmacy 的停仓大优惠又回来了，这次是高达88%哦，是从今天5月24号开始到5月26号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哦。这次在新山 Aust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AICC 盛大举办，特意为新山的朋友而设的哦，有各种保健品、健康食品、护肤品、个人用品、婴儿用品和保健器材，价格都是超划算的哦。日本迷绝对不能错过的这个好消息哦，你们知道吗？你们不需要再找代购了，因为 Alpro Pharmacy 携手日本首届一指的苏记药局，引进了前所未有的日本食品啊、药妆品啊以及家庭用品哦，高达千样日式进口商品哦，通通从优惠价出售哦，千万别错过哦。 Alpro Pharmacy 清仓活动亮点，从24号至26日限时闪销活动哦， Happy Hour 每日是从3点到5点哦，还有就是消费满 RM150 就可以获得一次的幸运抽奖，引起这个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的哦，消费满 RM150 即可获得 RM10块钱的现金礼券哦，消费满 RM688 或以上即可免费获得 Radini Cardo Mat 就是高级马克杯，消费满 RM2688 或以上即可免费获得 Tefal 3件套不沾锅具哦，赶紧过来这个 Aust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这里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哦，清仓促销大优惠是高达88%，从今天开始至明天后天3天而已哦，所以你们不可以错过哦，拜。